进来的老铁们瞅一眼，今天给你带来这款呢是一个防滑屏幕，钢化玻璃第四代的一个康宁的屏幕啊，这是华为的一款握手表，功能非常多，包括这个钢链都是这种纯钢的钢链啊，质量非常好，而且是永不褪色的，自带它的一个 logo 啊，华为 logo。 屏幕呢里面这个表盘啊，很多人说表盘怎么选，其实很简单，只要轻轻用手一滑，点开更多，在这里面呢可以添加你喜欢的表盘，大概是有几十种，几乎你想每个月一天换一次也换得过来。点开这个功能按钮之后呢，这块里有微信登录功能、电话接电话打电话功能、定时器、锻炼、活动记录、录音功能，以及秒表、闹铃、日程日历，还有设置。设置打开呢，里面可以连接咱们的一个 WiFi 啊，跟各种热点，还可以使用铃声，跟手机一样就正常操作。哎，铃声也有 ，WiFi 连接也行，这功能简直是太棒了啊，非常非常多，还自带一个这个搜狗地图，也就是说带有导航功能、天气预报、通讯录、心率测量，应用市场呢可以下载其他软件。